这景色太棒了，走了，加油加油，天已经越来越黑了，我们刚在山上迷路了，哇塞，好恐怖。小文同学加油啊，已经到400了，海拔吗？嗯，还差好远呢。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望见那个最高峰了，在那个位置就是最高峰。那么这一条盘山路就是从这儿盘到那边，然后呢再绕上去，需要再爬可能500米左右的这个高度。好了，继续吧。跟后面有什么好的方法？好了，现在我们正式进入 cross country。别摔着你了，下来吧，下来吧，要是不好下了。现在虽然是碎石路啊，看一眼，但是终于可以骑起来了啊！之前只能推，哇塞，太痛苦了。骑一点，试一点，到底还有多远啊？妈的！240米，只有240米。是的。我们现在多少？661。那也挺快的，其实是吧？本来挺快的。这坡相当陡，好吧？推都推不了，不可能骑的。现在海拔已经是703米，这坡度上的很快，但是真的是骑不了，骑不动，完全没办法骑。啊！如果再买一辆车的话，我愿意买一辆电动的，软尾。e-back， 骑一段试一段。哇，这路好漂亮啊！我们刚才底下望着这儿就是这儿了。来，136，还有100、150、160，酷！走啊走啊！这景色太棒了！啊，哇塞！打个招呼呗。Hello， 是外国人。什么？是外国人。哦，是啊，他们都不太习惯，因为中国人一般不互相打招呼。走了。我们比较特殊，社牛，全一个一个全是社牛。对呀，我自己都走不上去。快，加油！走了，加油，加油！现在海拔多少了？816。离900还有一些距离呢。往上呗。
天已经越来越黑了，我们离制高点越来越近。好，提一段是一段，走啊。已经930多了。不知道高兴的太早，前面还有一个大上坡呢。是吗？这是第一峰，最高的。但是前面有个第二峰。你是哪个？是这个。天马上就要黑了。走，明天就亮。我已经摔了一下了，我的车太滑了，侧滑。啊，你也要小心啊！这就是我不愿意黑天来的原因，看不见，一定要特别小心啊！教练，啊？教练，别弄掉。教练，别弄掉了。我给你照着，你看着，你弄。这把推车支起来。对。这边往前挡就好像。不容易。枝子被放下去了。变速，好，变速变到最小轮。
你能照上吗？嗯。这儿写着京西古道文物，车辆禁止驶入，是车辆禁止驶入。我们刚在山上迷路了，迷路了之后，我们没有办法，哎，只能从这边走出来。当时我的这个摄像机已经没电了，然后我们就推着自行车从那个路一直走到这里，然后被拦这儿了，啊，好吓人的样子啊！从那个木栅栏翻过来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把自行车从这个木栅栏边上给翻过来了，两个人把自行车送了出来，啊，差点被圈在这里面，哇塞，好恐怖！不过至少走出来了。刚才我们在山里面。哇，那个路径好坑人啊，走着走着就没有路了。好了，我们要继续回去了。现在我们要找回家的路，但是再往前就有公路了，就不是在山里面了。OK， 我们继续。咱们让妈妈去潭柘寺吧。咱们只能去潭柘寺。我们现在在潭王路上，对吧？对，我们只能去潭柘寺了。咱们回不去那个地方了。走。OK 了 ，OK 了，别往上去。我照一下你的车，没有什么问题。你照一下我的车。走，走。你好，开业呢吗？哎，开着呢，开着呢，是吧？嗯。